工作业，算星星。工作，哎，星星。师姐，你知道今天大家都是来干嘛了吗？给我过生日，结果是来当苦力。就大家开始干，然后这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个大大工，这个大工，高工作业，大工。来，嗨，来，邓布林，我要干活啊！让我瞅你一眼，邓布林。可以吗？吃啊，哈哈，拿着。那生日什么感觉？我第一次过这么多人给我过生日，真的第一次。然后几岁了？刚才你们十八岁吧。表情包有了。谁呀？谁呀？哈哈，都要来点仪式感。哎，你吃的草莓真香。